2024年年初，晚年的林豆豆应邀参加了一场四叶后代聚会。这是一个特殊的场合，他与许多老朋友重逢，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。在这一次聚会上，林豆豆与友人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。从镜头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林豆豆的容颜。曾经那个风华绝代的女子，如今已经满头银发，脸上也爬满了岁月的皱纹，